一是跟立中当郎，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戳我，准备三刀了。哎，啊人嘞？啊，死啦！忍者流工程师来啦，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燕霖，跟各位说一下，我也开 LINE 社群了。那这场呢，就是跟社群的粉丝一起拍的。那还不知道的观众呢，可以点右上角的影片去了解一下，有大概说一些如何加入的注意事项。那影片开始前呢，别忘了订阅按个赞，哎，这也追踪起来。那我们进入这篇，哎，都没玩到狼人哎，难道这是？谁说要手当我？我先跑。加快。第一次跟立中当郎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戳我。哎，我们来那个电力室集合，等一下来的人先搞掉，然后呢，我们之后放那个通讯，然后再那个关灯过来搞三刀。好的。监控室好了，监控室。好多人，太多人，不行。我刚刚忘记按狼麦了，守门守门，守好那个门哦。对，七号在外面，四号过去了，弄他。我是在厨房前面发现尸体，然后一号站在上面，然后这边可以少保留啦，那就听听看，承认死掉。是因为手刀吗？手刀的部分。好，我觉得四号拍尸先认好，六号小宝石，立中这边我觉得不排除他是狼人啊，但我觉得他这边卡一个小丑牌，因为这个举动太蠢了。哎，宝到了，来各位。后花园预备啊，准备三刀了。哎，啊人嘞？啊，死啦！第一次跟立中当狼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戳我。哦，他是狼哦，对不起，按错了，我刚没有看到，对。我这边是法医，然后十号是工程师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他跳地洞，然后四号刚刚跳自己应该是小丑吧，警长跳一下吧，或者是警长死了，蟑螂应该救出来。那我觉得三五蟑螂，三四五输了啦，三四五穿。刚谁说十号是工程师的？我是工程师哎、欸，刚火上面是我姐的。十号假空城啊，不然去病院里、啊。先弃票。我来救你，我应该会怕。病院里呢？好，赶紧躲地洞。我不是哦，我是工程师啊。像三啊，三是双。没有，你刚刚还说要票在那边。我刚刚踩立中，我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踩立中哎、欸。等一下 ，CD 好直接刀，我躲在他们人群中，他们射不到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刀人了吗？刀了我就要砍。十号是吧？我已经砍了，赶快砍！赢了！好人太晕。我现在完全不想记有谁，我只想认真的抢任务。哎呦，工程师哎，好吧，现在是工程师，那就做工程师该做的事吧。忍者流工程师来啦，各位。哎，这是立中吗？不见了。空空如也，怪怪的、哦，感觉是狼人。十跟四，
根是有问题啊。右关，因为门全关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着重观察一下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十号面刀，二号在他旁边。这局先出十，着重观察二号。但是我基本上我觉得二十都是啊。我操！我在看那个监控啊，他们听到滋，然后我就看到你跑出来按。这场我觉得狼人绝对是Yanny，因为我刚跟十号关在那哪里啊？电力室，他没有刀我，而且那个时候狼人 CD 应该已经好了。然后陈轩一开始也没有刀我。我跟他都是走在一起的。立中他是好人，因为他当狼的时候他不会去踩人，但重点是他是个很晕的人，所以他是另类的坏人。这场我也会想要踩燕玲，因为刚刚紧急任务的时候他跑反方向，然后过去的时候是二三十在那边结好的，还有一个人我忘记了。我不管你们谁是小丑，你现在帮狼人你们是铁输的，所以我们至少要把一只狼人票出去，对不对？燕玲那牌的尸体就贴好啊，因为狼在刀一个金刚倒牌，狼在刀一个他们就赢了，他牌的尸体干嘛，对不对？直接一波好人全晕啊，还要把这个风向直接给他带回来啊。是吧，真工程在这。铁好，我绝对是好人。我们一起过去。刚刚我在监控室的时候他也是在那边动一动一动一动。下面五跟六啊，就是五跟六了。所以就倒一个，就倒一个，感觉就是五跟六啊。我这个观察敏锐的工程师，他这边有三跟六的脚印啊，可是刚刚一三如果是一起走，那六都是丁狼的牌。这一局只有八号一开始铁停我是真工程，二号一开始本身的狼点有点严重，因为他的位置，但是这把一定要先出六。怎么会有我的脚印呢？我是法医耶，你怎么看得到脚印啊？因为只有出一刀，所以我觉得我要等两刀再过去，不然我到时候有人在那边守尸的话，我就会一起倒在那边了。这边八号穿我衣服，全票出八没有问题。就人已经剩不多了，你还要等双刀，这个感觉就。法医是我刚在阅览室那边拿到的，我刷完卡就拿到了。没有啊，如果今天八号是假法医，他不需要去保我这个工程师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陈轩露出狼角喽，陈轩。到底要投谁？投你啊，投谁？投你了，对不对？露出来就算了，反正我跟你讲。十号那一波真是我连我都不知道，他在那边刀人，我是离开监控，那我就看到沙小这边先不要投我，让我再刀一个。你要刀我对不对？我不让你刀，投他。我刀立。不行吧？我刀立中，我刀立中。你确定？你发誓？对，我要刀立中。不行吧？确定，我发誓。好，可以。那你刀完会自首认罪吗？有话好说吧。我会认罪啊！啊，不是啊，你会不会突然换一个？好，交给你处理他了。我躲在地洞看。Run！ 走开呀！你是绝对刀不到我。卡郎麦过分。他直接兴奋到卡郎麦，他直接兴奋到把那个手机吃掉了，讲不出话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刚网路卡住了。你是把麦克风吞到肚子里去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把立中的头吞到肚子里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。想加社群的还没加的，记得赶快去右上角看一下哦。别忘了也要去关注立中跟陈轩的作品啊。结束前别忘了留下你的订阅，小铃铛也要开起来。IG 也记得追踪一下。下次影片见。